天台都黯然失色。荒的明年，先帝都推演不到，荒天帝好像不属于这片古史。数十万年后，精血汇聚，他化自在，他化万古。荒天帝于三世红尘体验人生万态，踏足先帝位，战败尸骸先帝，并将其炼化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荒天帝放逐了三世潼关，一人踏过界海，一剑劈出，斩断了万古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完美世界。而界海则是化作了混沌气，彻底封印了仙域。他转身遥望，身后却再无一人，没有人能与他并肩作战了。他只带了一截枯木桩，还有生死不离的火灵儿，去往了上苍之上，只为了彻底解决黑暗诡异源头。这一路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，独断万古。